玉井这边假仙宝来这边上来、啊、去登山、啊、这个北中南登山社的人。那现在因为莫拉克重创的这个区块，所以这个宝来到梅山这边整个河床都升高十来楼高，路一直修都是坐在河床上很不稳定啊，请各位那边、啊、那个草没有土的地方要注意，不要太靠近哈、啊我靠！照相照的不要忘我了哈。然后现在那个登山客呢，北中的人就从这个雪穗这边来啊，高雄呢从这边来，从我们这边东进东出，我就听了去嘉明湖登山的人，他们下山的时候会来这边泡温泉。我听他们讲的故事，就像昨天陈教授告诉你们的，但是我不知道那。他没有跟我讲说那个水路来扣一下就不用那个猎枪，他只是说哈、哦，他们在嘉明湖畔很多的水路会来跟他们要东西吃，跟他们要东西吃的时候，他们就给他哦，他们觉得那个水路好可爱，不会攻击人。可是有一个现象就是他们哈、哦，如果想要尿尿的时候，想要离开人群，赶一开要跳回所在，寻那水路的一直给他对，我的是一直给他对，要创啥啦？他就想说他很可爱啊。不会攻击人没有关系，一直给他看就不知道，他就对对对，他一尿尿一时就给他喝酒女生尿尿完起来他就一直整个酒头、哦、他就切盐巴、哦、好，就是这个地方、哦、我们继续前进了、哦